就今天的飞行而言，发动机的工作状态良好，燃油消耗与传统燃料相比基本一致，整个飞行顺利流畅。可持续航空燃料是典型的绿色能源，能够在全生物周期内减排70%以上。如果是生物质类的原料，可以减排85%以上，甚至是达到零碳或者是负碳排放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